我们是住在上海的一对夫妻，为了要迎接家中即将要加入的新成员，我与丈夫一起寻觅住屋，两人都期盼找到一个能与孩子共同编织回忆的地方。我喜欢有故事有历史的城市，喜欢上海悠久的历史以及那永不停歇的活力。为了打造一个新颖温暖的家，屋内的设计尽可能地将建材与屋子的灵魂融合，更是坚持室内装修一定要无甲醛，设计一处无毒的家，希望可以感受到家中自在健康温暖的本质。历经了6个月的工程，我们搬进了期盼已久的新家。在空间中加入喜爱的家具以及我们热爱的书籍艺术品，创造属于我们的细节。厨房以及餐厅是我们很常待着的地方，与家人们一起吃饭聊天欢笑。家中现在充满着孩子玩耍的声音以及幸福的氛围，家中的一切因为孩子有了无法忽视的蜕变，各个角落都遗留着游戏跟活动的痕迹。希望屋内的一切能陪着我们家庭一起随着岁月改变，就跟我们的孩子一样渐渐的成长茁壮。由衷的感谢和我们一起成长的家。